两边的先发阵容来关心一下，在菲律宾部分呢，有十二号的 Nieto， 另外还有零号的 Ramana， 再来还有三号的 John Wong， 另外以及二十二号的 Verano， 以及三十号的 Guami。而至于在中华队的部分，则是有九号的陈英俊，六号的周怡翔，五号的刘铮，十号的胡龙茂，另外还有八号的周国成。右脑出来，刘铮过人之后在篮底下的外围出手，也是蛮凶猛，是而且也非常平均哦。篮底下这个球，一个防守，地板给球，在篮底下会有篮筐，外围出手。刘铮切进去的抛投，那 Navarro 切进来，哇！好球！需要再往里面给，篮底下又有球，再倒出来，外围砍一个三分球，然后再给到陈英军，外围出手也来打，其实拖的差不多之后，只有出手在外围，陈英军底线，周明祥wide open三分球，周明祥那一个三分线挡住球，哦。进来再给 Maro 这球左陈冠权，哇！我们在前面呢用抛投那个东西是，哇哦，三一的机会，再回过来拉杆再传球，哇，这个球！陈一军外围晃动球的三分球进，出一些火花。来底下一个给小球，哇！底线。外围出手，教练在英赛里面的要求。靠近篮筐，这个 two man game， 野走，这球拉杆之后的出手，正面打板，要往篮底下掉。李冠权这一次多数据啊，高难度的动作在篮底下。哇，刘铮太会操了，这个球。陈一军，晃动，外围，周一翔三分球被。五领三分球，一个背后运球，拉杆之后给到刘铮，做个假动作收上，再给一个小球，哇！能力。Long two， 哦，这个球，刘铮在这里。球，刘铮中路突破拉杆出，外围三分球进，六在外围，菲律宾靠近三分线，后面把这个单节比数追到21-20，再给一个小球，在篮底下这个，往里面切进去，这球再给，连续两波都，又是第七超。刘铮太可怕了，拿到底线，谁的出手两分要打，刘铮这时候应该就是要换控，现在两边的教练就是不断利用这样的对位，这球有点危险，走欧洲步，换到篮筐另外一边，这球又发生失误，球给到前面，刘铮又来了，刘铮拿到肩附近选择第出手，啊，这是一个前锋的超截，又是刘铮，裴俊跑在对方的身上两，找到底线，那 Maro 的空档三分球被菲律宾给拿到，哇，往前面拨这一波太聪明了，设计出来在外围投三分球，哇，这个球被投进了。